这是一个新的货到人拣选方案，它把海柔那种直上直下的手臂改成了关节式，这样一样可以取到高点的货物，而且在移动的时候因为手臂可以收得更矮，从而让重心更低，因此可以让小车更快的移动，提高拣选的效率。有用得着这个思路想自己搞的，我们不但可以提供这个机械臂的整机，还可以提供这个机械臂的方案你自己造，或者直接卖你一块1680的控制板，其他的你全部自己搞。